各位同志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啊，咱这台湾民政府，好、哦，第E140725期法理学院院士会，啊，这个开幕典礼开始，啊，请主席就位。啊，请全体起立。演奏台湾民政府临时国歌，这个土地是咱的。
恁走美国国歌。宣导台湾民政府主张甲立场。台湾民政府的宗旨，依据这法律，予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，美国总统押有台湾占领权。美国总统有责任遵万国公法，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。第二。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遵守国际法，包含万国公法、国际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。第三，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无使用暴力及武力，促使各种方法，互流氓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。第四，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对中国实行政权。流氓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务，无合作，嘛无要配合。以上，各位同心，请坐，请主席记住。啊，咱各位学员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啊，真欢迎各位今仔日啊，请开时间。并开钱，哦啊，陪伴你的心啊，来到咱这个所在，啊，主要目的就是要把咱朝堂内底国民党政府69年来，伫咱朝堂内底下足侪毒素，下足侪假的物件，吼，下足侪粪扫，啊，咱遮拢要甲大家来甲清清洗洗落去。那么过去咱拢骗，拢骗人知。真侪人来遮上过课了，他感觉讲，啊，我较早互骗到戆戆的，甲较早国民党讲的拢当作真的。国民党来台湾，因为伊要统治咱台湾，伊这个合法性有瑕疵，啊，所以伊拢用骗，伊的历史拢假假较侪，吼。啊，来遮有真侪讲师，拢会甲一寡真相来讲话，大家听。我先民意调查一下，有上过高级班，还佫来上初级班的，举手我看卖。即个有较少，后边就比较侪，差不多5%。无要紧，啊，这个我今仔日讲这个题目是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哦，即个哪有咱台湾国际地位正常？啊，即句话背后的意思是哪？台湾无正常。在国际地位上无正常，啊，要安怎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？就是咱台湾民政即马咧做个工作，啊，就是要让咱台湾人过去方教错误的历史，吼，啊，咱要甲一寡历史的真相，吼，啊，甲一寡观念，吼，来讲予大家知影，吼。那么听不懂闽南语的请举手，我都听得懂啊。那我习惯用闽南语，闽南语也是外来语，哦，很多人错误的认知，把闽南语当作台语，哦，这是错误的，都是外来语，真正的台语是
是高沙族的语言，好，包括平埔族、石族的语言，才是真正的台语。那么以前郑成功来攻打安平，把荷兰人赶走以后，郑成功他的部将大部分都是闽南地区的人，他在漳州、泉州、厦门、金门就边啊边边，啊比金门的廖罗湾誓师啊来给台湾，啊包括也军师陈永华啊嘛将军下来，所以陈永华来靠安平，把荷兰人赶走了，伫台南起哦，这是台湾的第一间的孔庙，全台所学。啊，伊的官方的语言是用闽南语，引用汉字，但是读起来是闽南语。啊，安尼到尾四百年，吼，三百到八十几年。啊，你看咧几代，你若甲二十年甲算一代，哦，差不多十八代以上了，吼。那么你甲想，日本人来甲咱管五十冬尔，差不多两代半。我的爸爸妈妈，因受日本教育，吼，因的同学会同学来，大家拢嘛就一下下变，吼，就已经把日语变成国语了。吼，啊，当时地前公来，包括清朝安尼，甲即嘛，咱。台语吼，闽南语在台湾已三百几年，当然一定真侪平埔族啊会去学官方的语言。他说错误认知，把闽南语当成台语，忘了自己的族语啊。啊，这部就先讲到这。啊，佮讲一个就国民党往日本人战败往国民党来，六十九党加算七十党，毛三代半。三代半，你看，即卖大家北京语，大家嘛讲到下下个，尤其即卖少年囡仔，你即卖叫伊讲闽南话吼，拢讲到不得不是搁兼操练呾，吼，啊搁有诶发音吼，吼迄差足侪。OK， 就啊即卖来步入正题啦吼，来讲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吼。啊，首先，我咱来看讲近代咱台湾与法律上主权地位有啥物变化？来做简单的小结哈。第二就是1895年，日本的天皇是依照《下关条约》，就是国民党咧讲的《马关条约》，为大清的皇帝出兵台湾。啊，这是合法的，有签《马关条约》，这是一个国际条约，国家甲国家所签的条约，条约就是国际条约。啊，这是合法取得台湾哈。但是1945年，日本战败，又美国甲牵两条原子弹，伫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，所以来到1952年，日本政府来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条文，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，但是主权嘛还佫伫日本天皇手里。就是你是土地，你若租人，哦，就是放弃你的地上管辖权，甲你租的人，伫甲你租的合约期间，伊要赠送，就是租的人的权利，哦，你地主袂当甲干涉，但是无办过户，哦，出租尔，没有办，无办过户，哦，所以你看，即边即个是大清皇帝割让台澎。但是这日本政府，伊是当放弃，无割啦，吼，无办过户，所以台湾甲澎湖的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手里，啊。再来，那么目前台湾甲澎湖还佫是主要占领全国美国军事占领中，啊。即卖依照台湾关系法委托台湾治理当局，就是较在美国还袂堪中华民国断交之前，这个中华民国。伊咧代理占领甲管辖当中，吼，伊代理美国哈 ，OK， 啊，这基本咧先一个概念，咱是叫做日属美占，啊，即个台湾甲澎湖还佫是日本天皇，所以叫做日属，啊，啊，就是以
美国军事占领中，啊，那么台湾有足侪军地，我有差不多收集了八条，啊，今仔来讲有十几条咧。首先，咱来先了解到底我是啥，咱是啥物人，咱是啥物族群，咱是对一国的人，你爱了解，若无了解，你若敢听片面支持国民党的讲法，讲咱拢是炎黄子孙，吼、哦，咱拢为登山过台湾。金瓜结归完，好、哦，啊，你若安尼吼，你就许骗到戆戆，你就认贼做老爸，吼、哦，好，你乞食来台湾，结果吼、哦，咱是借伊大，咱甲收留，结果乞食，即摆就分有各个人乖好个，啊，各个官袂有功，乞食官袂有功，吼、哦，就是这块土地是日本的土地。结果咱虽然战败，依来，那依照麦克阿瑟的命令来，阁是合法。但1949年国共内战输，到来台湾一批难民，也是非法入进入台湾哈。不，那么到底咱是啥物人？陈和芬，你简单先甲分。带伫咱台湾陪护顶管者吼，先讲这个，小可粉红色的。这就是中央山脉以东，这大部拢是高沙族啊，原住民住的所在啊。哎，因的族群，他们住伫西部平原潜力社区，无同啊。住伫西部平原这种较白白，所以叫做白波族、平埔族。高沙有本来伫顶个月要17族，但是最近中华民国内政部个最近承认两个，一个叫做卡纳卡纳夫一族，吼，迄人拢无济，啊，另外一族这两个大概可能无超过2000人。国民党牵连这两个小的部族，啊，承认为高沙的原住民的时候，迄人少吼，无影响一块大饼要分吼，会差介济。但是是安怎？你主要平埔族他也拢无。Hello。平埔族先啊，拢无迄个声音，包括上大族的迄族叫做台南地区的西拉雅族，因台南管区已经有声音，这个族是原来属于原住民，我开用原住民，不用原住民，原住民就是原来这块土地顶管的主人，叫做原住民。那么，那位北部。哦，伊人遐有一个叫克马兰族，啊，白波族。哦，我即马来讲西部平原才有十族。哦，伊人遐叫做克马兰族，哦，还有一间克马兰客运，对无？哦，迄就叫咱伊人克马兰族这个白波族。过来台北地区有一个族叫做凯达格兰族，哦，这就是陈水扁选到总统了，准甲总统府、总统府头前较早做介绍路甲改名，改做。凯达格兰大道，啊，就是要纪念凯达格兰族，啊，啊，你若参加社会运动，若要去抗议，拢会去凯达格兰大道遐集合，啊，遐演讲。过来，桃竹苗地区，叫一个族叫做道卡斯族，啊，托卡斯，啊，这个桃竹苗在客家的弟兄，啊，兄弟姐妹真侪拢是道卡斯族，啊。真侪人无要承认着影吼，过来伫中部、中华庙一部分庙咧吼，啊南投、甲台中，即、這个所在只有三个族，伫遮混居吼，即、這个较复杂，一、這个就是曼布萨吼，曼布萨这族，曼布萨吼，啊一个帕普拉，啊一个帕仔。这三组伫遮，吼、哦。那么，过来，昆林嘉义，则有一个族叫做红安雅族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就上大组的伫台南地区，这个西拉雅族，吼、哦。那么，西拉雅族真大族，伊阁有两个分支，一个叫做大满族，啊，迄族就是小林村，对无？2009年摩拉克
爸爸公在有说帮好土石流卡比一针，就是小林村和英德里大满足，因每一年拢会办迄个贫富族业绩，啊、哦，那迄迄人，因拢会煮麻油鸡酒，啊、哦，规整拢煮麻油鸡酒来请所有的游客，啊、哦，你若有你比较接，哦，伊感觉足公的，啊，啊，这是贫富族的，因为这个传统，包括真侪贫富族，那女孩子生囝。拢会食麻油鸡酒，这就是平埔族的传统。包括迄、那个，因为平埔族是母系社会，所以